小时候台湾刚光复，不是啊不，我小时候是拄到孙文那追萝莉的时候啦。ご覧の番組は CIO 指示動作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等一下，晚一点哈，我们就来抽一下这个，这很便宜啦哈，我也不是很贵的东西，这个燃油添加剂，好不好？那个就每一次你在加油的时候哈，然后就加一罐到车子里面，好，然后它就是帮忙会这个清洁一下你的油管哈，汽油的管路啊，好，燃烧室啊，这是一个界面活化剂，台湾人最喜欢讲的，有病治病，没病强身，好不好？你们每次一罐那够了的哈，保证的啦，隔天你冒水好呀。你马上领保险金了时速开到50就有感觉，你们真的不知道吗？那个我跟你讲，刚影片有看的有没有，日本的高中生都会骑脚踏车骑很快啊，然后就把手这样伸出来，这样啾啾啾啾啾啊，然后他们就是因为你知道年轻人嘛，还没有体验过那种触感，所以他们就用这种感觉，像骑脚踏车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哇有一个触感在，下次你们可以试看看啊，好不好？好啊，大家花个时间分享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，好，我们晚点我们就来抽16罐，好，16罐蛮多的啦，好不好？好，16罐蛮多的啦。啊，不过开车手伸出车外要小心哦，哈。请问新车要添加油精吗？我是觉得不用啦，一般来讲的话都是老车比较需要清洁啊。啊，其实我坦白讲啦，这种东西哦，市面上品牌很多啦，那基本上我觉得也不能去说完全没有效啦，也不能跟你讲说哦这加下去齁，我要照我要照我厉害我厉害啊齁，也不至于，但是它有一定的效果啦。啊，坦白说啊，因为这个送的东西只要会稍微为车子好的我们就蒙用嘛齁。谢谢景深齁，我们的置顶留言是 Ken 桑的 YouTube 齁， Ken 桑是一个专业专职的发型师达人，我常常在跟大家讲哦，男生都会老啊，可能也许都会胖，但是我觉得要把自己弄舒舒服服的嘛齁，至少让人家女孩子看起来舒舒服服，你没有先让女孩子看到你觉得舒服，你接下来你怎么让她体验真正的舒服齁，你哪又油又臭对吧，沙龙欧北青，女孩子看到你的就不舒服了，你是要怎么让她更舒服好，就没机会了嘛，好不好？好，还有一分钟工商服务的时间，这个是这我掏给牛，我家这个皇后，我家女王齁，这个是一个它有什么手洗巾啊洗衣巾啊，够这好，可以分解臭味啊，主要是说齁，因为如果家里有小朋友有没有齁，还是像我家的小狗，这个都可以喷在身上，因为它是无毒的，那还有洗碗巾什么都有，洗水果没怕用啦，因为齁身为一个专业的好男人，我们常常在洗碗洗衣服齁，所以问我就知道了东西好不好用，问我就知道啦，我职业洗的啦，我来讲啊，我搬都我在洗的啦，大家支持一下，来好东西跟大家分享一下，我跟你讲，好，今天跟大家讲什么齁，跟大家讲这个礼拜遇到的一些事情。我为了恁，大家你甲我讲报应啥？我讲去，开钱买这支麦克，这 Jeremy， 是咪叫 Jeremy？ 德国的咧，德国的。我甲你讲，咱唔拿车买德国的哦。我甲你讲，连麦克咱嘛买德国的啦，无老贵的啦，好不好？鲱鱼罐头是什么味道？妈的，一闻就是妈反胃的味道啊！靠腰，还真有够臭的啦，还唔是我咧讲的，臭甲死无人。声音不错啦齁，再开 echo 就有告别式的感觉，对，很花很歌，好啦，麦克讲这個、那个告别式，最近很低迷的啊，不能够讲这個啊，指向型的真高级，来行的，非常感恩我们今天的众多干爹，也谢谢其他的免费仔啊，不是，没啦没啦，讲生笑的啊、哦，有哦，你看，人这预定就跟我讲话啊。对不对？人家就戏子郑伊健，有无？啊，无这么斯文彬哦，一句话我跟你讲，无敢人讲出来，拢无讲啊，对不？不是，这就是我那个 Central 在讲的。其实哦，我们在讲缺点的时候，人家说哇、哦，你讲话这歹听啦，讲人跳蛋啊，讲人啊哪哪。有时候哦，当然我们也有节目效果在里面，可是哦，我是深深的觉得说，如果要听好话，对不对？真的有很多更专业的可以去听。我们当然要讲一些跟人家比较不一样的东西，对不？啊，不然谁啦不快引导哦，咱讲话国语也没有比较标准，是吧？没事没事，好不好？我们也没办法卷舌，对不对？和尚端汤上塔，塔滑上场，汤上塔。
有无？吼、哦，咱都无法度红鲤鱼、绿鲤鱼、鲤鱼，有无？咱都无法度讲，好、哦，我们都没有办法，所以这个专业的事交给人家，那我们就负责这个负能量的部分，对吧？这不是不爱斯文彬，迄听起来就是讲感觉足 local 诶，迄美术对不？三立迄个台湾台有无？定你 M 嘛，一定是要台语跟英文交杂嘛。即个斯林巴蒂的代理权，我绝对是无可能让你的啦。那你提出来这份资料，你唔知影，我其实已经 scan 起来啊，随时就是要对付你，神仙拍过有时错，脚步打叉，啥人无？你若阁继续安尼甲我扰乱落去，无得卡，我会送你一桶汽油，甲一支番仔火。我就知影你含美女，逐天就笑想要我斯林巴蒂的代理权。好，一定要讲英文名字，这样才有 sense。好不好？我们那妈从小就是被看三立台湾台毒啊！细说台湾台，迄个无讲啊，迄是演古装诶，哦，干安诶，有无？迄是纪老师，但你都袂过油啊，哎、欸，三立长寿剧的铁粉，对啊，小时候都看这个长大的啊，对不？我没有看乌乌溜溜啊，我没有在看那种他妈什么海豚金恋人，那些上面上面上面海豚上面恋人。哦，海豚湾恋人呐、啊，哈，海豚金恋人，我知道，我都不知道以前什么恋人啊。星星知我心，不是我的年纪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我的年纪是楚留香，楚留香是我的年纪。我小时候啦，很小很小的时候，我记得是楚留香。那时候小朋友的时候，一定要买一支那个扇子，有没有？小李飞刀好像也有。青山我独行，不必相送。哦哦哦，噔噔噔噔，哇！好、哦，大家一下呢。哎、欸，我都还没讲到正题，也花了二十分钟问候拉迪赛、全星星、叶佩。呵，我要讲正事啊，靠一下，不该拉迪赛啊。来，我在这边做一下宣导哈、哦。这个礼拜有遇到这个网友哈、哦，有来问我说哈、哦，他去其他的车行看车哦，聊到小师哈、哦，然后对方就跟他说哦，小师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很熟啦，我跟你讲，我们常常吊车啦。小师会跟我吊车，代表什么？我的车况很好，有一定的水准哦，小师才会跟我们吊车嘛，啊、小师很熟啦，所以你跟我们买是一样的。然后这个网友就贴那间车行给我看，哈、哦，问我说：“小师哥，这个他说你们常认识啊，你们卖的车水准是一样啊，请问你认不认识？不认识哈、哦，不认识，没熟悉，好不好？没有在吊车，那你们大家自己注意哈。好、哦，也有消费者打电话到我们店里问说：，哎，请问你们有没有分店？好、哦，还有自称说是小师汽车的分店，所以我是觉得像那个网友不错，他还有来找我求证哈、哦，那我马上就跟大家讲说，不是哦，绝对。不是哈，别无分号，好不好？小师汽车绝对无分店哈，哪有开分店嘛是没分呢，好不好？好，没有分店，所以你们自己要注意一下。换一个角度想哦，我们如果在二手车这个行业，那有做到被同业哈会拿我们名字来招摇撞骗的时候，那也代表我们要觉得蛮欣慰的哈。我们觉得说可能在业界有一定程度的这个好的名声，对不对？名声。哇，干嘛年纪越大哦，讲话的时候啊，舌头越不想卷起来。年纪更大，舌头可能就掉出来了，有没有？跟小狗老了一样，有没有？我觉得这个礼拜接触到的这个网友哈、哦，我觉得都还蛮感动。还有一个是哈、哦，我有一天我忽然在这个私讯啊接到一个讯息，然后就贴了两张这个车子的照片哈、哦，他贴了两张这个后门哈、哦，吸住门打开，胶条是被拉开的，然后他拍了两张照片传给我，然后问说：“小师，这个请问这个是不是撞过？”那我把他照片拉大一看哦，他那个边条哦，我常常在教大家那个有焊点，有没有？那他那个是没有焊点，整排都没有焊点。我说，哎，你怎么会看哦？他说，小师哥，我都看你的影片学的。那他后来他跟我讲说，他自己去 FB 啊，哈、哦，有一些社团自售的，那他就去约了去看。那后来他就拉了胶条，他说他拉了胶条，那两边的吸住胶条他拉，两边一比较，怎么觉得一边有焊点，一边没有？哈、哦，焊点不是陈焊点，好不好？不是陈教练，好、哦，他觉得一比对起来两边不一样，他就觉得怀疑啦，好、哦，他就问我。那我说，哎、欸，蛮厉害的哦！你怎么知道要去拆胶条，要去比对两边一不一样？他说，我都看小师哥的影片学的。我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以前觉得拍这影片哦，啊，拍的这样也不知道看的人到底有没有听进去，学不学得到？好、哦、啊，没想到真的有用，哎、欸，我还蛮开心的，蛮感动的哦。然后他说，对啊，小师汽车话来讲哦，这小师哥，我真的看你这影片，我这样一看哦，我就觉得很奇怪哦，哎、欸，我就觉得哇。
原来我们拍这个影片拍这么久，努力这么久，这样的教学是有效的呢，真的有效。我们都是先讲求有效，再讲求效果的嘛，啊，不是，先讲求有效，再讲求不伤身，对吧？那我就觉得还蛮开心的啦，哈，有看到这个拉迪赛之余，真的有学到东西这样。然后我就说，对，那个确实看起来是有补土过，哈，有撞过。他就问我说，那小师哥，你觉得这样是撞到怎样？我说，其实哦，如果要更深入的话，要真的是要更专业。可是我觉得你能够在这个初期，哈，你在看车的初期就可以排除掉一些奇怪的车子、危险的车子，我觉得这样已经够了啦。那你如果要再进阶的话，坦白说，这个可能，哎，我20年的经验，对不对？影片拍一拍，大家都学会，我还混个屁呀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再来接下来更深入的，可能就跟一些经验有关系的。所以说，有时候并不是要大家说啊，你会多会看车。哦，会看到撞到多里面，还可以去判断说他之前是怎么撞的，其实不需要，你只需要感觉怪怪的啊，你就可以跳过，好，哦，避免掉一些麻烦，避免掉一些问题。我觉得这样我们拍影片就有用啊，记得哈，哦，小师汽车没有分号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听人家说什么哦，我该就写了呀，暖。好，然后再一个哈，哦，这礼拜有看到一个好。反正我觉得，其实坦白说，我觉得应该是同行的留言，然后在我们的不知道粉丝页还 YouTube 留言吧。哦，他是说，哦，小师汽车啊，说什么车子会什么保养，换一些耗材啊，什么五油三水什么啊，这每间车行都可以啊，好，每间车行都做得到啊。好，问题来了，其实每间车行都做得到。我跟你讲，我相信我做的东西，我的专业，好，我去判断车子的状况，每间车行都做得到。问题是你要不要做？你愿不愿意帮消费者做，这才是重点，好不好？其实会不会不是重点，你愿不愿意去做？就像我常常在讲的，交车汽油加满，交车汽油加满，够简单的吧？哈，你会开车，把车开去把汽油加满，够简单的吧？那你愿不愿意在你交给你的消费者的时候去帮他做这件事情？你愿不愿意这样做？这才是问题嘛。好，会不会跟愿不愿意是不一样的东西。这个东西我们本来就是在鼓励大家，就是让消费者可以更放心，然后买中古车可以买得更放心更安心，对不？好，就简单的啊，大家都没要走，反正也不会走，拜托。我就讲哦，很久以前我就讲过一个故事了啦。好，有同行来这边来跟小师聊天，说哦，小师你生意不错呢，哦，还可以啦。阿公啊，请问一下哦，啊，你是安怎那你生意还好？我就简单的啊，你有车回来有没有？好，哦，怎么检查，怎么过滤车子，好，哦，然后这个有没有办法做到说这个让消费者车买回去，他就直接大保养做好，他回去就只要开就好了，不用担心说我买回来还要花什么钱去整理什么什么。然后讲完了，我说啊，这样你如果这样跟我做，你应该过一阵子，如果这个名声好一点了，你生意自然应该就会不错了。哦啊，你我不法多，好，哦，你按那嘴我不法多啦，我不法哩，我不法哩。那其实就是问题所在，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经验分享。那坦白说啦，哈，哦，我能够体会。他们说他们做不到没办法的原因啊，因为在初期哦，你很认真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没有人知道哦，就像我们初期在做真的没有人知道，只有曾经跟我们买卖过的朋友知道而已，因为他知道他在我们这边买的东西是怎么样的，那只有这些人在帮你宣传而已。那所以你一般的车行刚开始在做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阵痛期，因为你花这些钱，你花这些力气，哦，你去做这些事情没人知道，所以他们就不愿意做。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普遍的情形啊，就是说你没有饵，你却想要钓鱼，对吧？哇，你搞其他的时阵，对吧？下班你就去宰，哦，你到位落雨吹风下雨你也去给宰，再玩，对吧？哦，说我家没人，你洗澡洗到一半全身都泡泡，你也是冲去啊，人家今天家里没，我家没人哦，你有随冲去起点点，哎啊，真的没人啊，我就跟你讲我家没人了，对不对啊？你就知道要付出嘛，你想要停嘛，对不？你有目的嘛，你要停，你要付出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付出啊，你不想付出你跟他想要停你啊，他有这种事情，你就算去用开你也要付出金钱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我是觉得说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看阵痛期多久了。你像我阵痛期大概6年，也是妈的蛮会撑的啦哈。几年才开始回本，我跟你讲，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本，因为我也只有今年的生意感觉有比较上轨道而已，再多让我停个2-3年，没有啦。其实上了轨道以后，反而我们要更警惕自己，把品管做好，才不会把轨道弄歪掉。好，燃油添加剂要抽16罐哦，我刚刚去看才50个人分享要抽16罐哦，中奖率很高哦。你们还有3分钟的时间哦，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好不好？啊，没广告，靠腰，都没业配，都没广告，惨。
重新整理一下。刘肯特说：“体恤老婆，往我洗地板机器人拖，我也是洗碗啊、我老婆也会洗啦。但是我跟你讲，好啦，干什么公告书来啦？你大家看我这边手上这边有个疤，看得到吗？靠腰，这边有一条疤，很大条啊！我近一点给你们看好了，我家这里有一条疤。”那条疤就是妈洗盘子的时候干，我跟你讲，不老苦也啦。那个盘子啊，我洗洗洗，啪折成两半，然后这一半有没有？这一半直接啪敲掉挂了，喷，直接喷，真的差一点点就中大动脉。看啊，狼龙血光我割完，你他妈的，我力大无穷，我天生神力哇！哈，我那天只是妈弄了他一下，他就妈怀孕了，有没有？嘿，像没有想当年，这个大概两年前的事而已。因为最近不是这个 FB 在回顾以前的影片吗？里面我就有看到说我在跟小陈拍检查我们一台伊莎姆的时候哈，那时候我手上还贴着那个还贴着缝完针之后的那个贴布，所以大概就是在一两年前的事情而已。常威啦，天哪，常威，我天生神力呀、啊，对不？啊，其实哈，我后来发现那个盘子啊，其实你们如果常看到那个盘子哈，回呀回呀回呀，那瓷器上面有一条黑黑的线，但是它还没有破掉，对不对？那个就差不多快断，那要小心。好险，我家三下就是更新医院。小师怎么看新的 Swift 轻油电？等我交车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我怎么看的。直播可以换好一点的镜头吗？画面看起来真的没有美美的。Oh, Richard, I tell you why. Because 这个 Facebook 的话术，它只有给720，所以呢，无论我用多好的镜头，他只给我720，因为我的镜头现在已经是 4K 的了 4K， 但是依然游园游玩只有 720p。 没有今天特别物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可能是走柔焦 style， 帅会让镜头失真哦，我不会让镜头失真，我只会让女孩们失去童真啊、哦、没有哎，双压有没有色泽比较平淡，好啦，下次再调一下，没办法，妈的，我们这个媒体部妈的没人才干，怎么搞都搞不好。YouTube 播我怕人太多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是舍不得 FB 的各位。我还讲我 YouTube 啊亏了，青菜也破青，啊破青我还讲我没有办法专心的回答各位的问题。我讲真的，之前看东森访问您的新闻，旧换新补助对您的生意影响会很大吗？下面又一堆炮轰了。柯P拍背影依旧很帅。哎呀，那炮轰没什么啦，就讲这车商当然怎样，车商当然怎么样。我跟你讲啦，羊毛出在羊身上啦，我还讲真的啦。那一篇的新闻访问，我一定要讲有影响，我只能这样说。其实那一天哈，那个新闻我跟大家分析一下。我当初我那一天的回答，我有分两个层面回答。我说，如果你今天是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哦，当然他们会觉得有补助是好的。可是换一句话讲，其实在我是消费者的立场，我也觉得其实羊毛还是出在羊身上。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新车的广告说，哦，某某车旧换新补助只要73万元起，有没有？好、哦，你在鼓励消费者去车商花钱。如果你是一个聪明的消费者，你应该很清楚，这50000绝对不是补在消费者身上。你以为补在你身上，但我觉得不是。那我回来第二层面，我说，当然站在我们车商的立场，我们希望不要有这50000的补助，因为第一个，我们收车的这个价格本来就是会变贵。这是一定没有办法。那第二个，你今天你政府给这个财团新车补助，我就讲了一点也被剪掉了。好，除了刺激这个经济的活络以外，还有一个是环保嘛，他希望你太旧换新。我今天开的是一台20年的车，我为了环保，他鼓励你把它报废掉去换新车，没有错吧？那我问你啦，店里面我有2019 BMW， 我有2018的 Focus， 我有甚至有2019的 Focus， 我甚至有2017年的三年内的 Impreza， 我问你，我20年的车换一年车，换两年车，换三年车，难道我没有为环保尽一份心力吗？它不是符合法规吗？环保法规吗？那我不是太旧换新吗？那为什么不补贴给中古车商？对不对？这站在二手车的立场，二手车商的立场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。因为新闻采访会播出，那我必须要站在大多数车商、二手车商的立场去想。本来就不公平嘛，你不是政策买票吗？所以我前两个礼拜我才会说，
会不会延长还不一定啊，一月七号之后会不会延长，对不对？现在妈大家在吵那个什么猪啊，猪内脏丢来丢去啊。然后第二个，现在有选举吗？今年有选举吗？近期有选举吗？没有选举怎么会有政策买票啦？我觉得齁都一样啦，政治家要的东西，要的权利，要的钱。我是商人，我也要钱啊，我不要钱吗？好，我花这么多时间，这么长的时间努力，我为了什么？我当然也是为了我生活更好啊，为了我的同志们，对不对？生活过得更好啊。我没有讲我很伟大，我妈的什么分享爱啊，郭富城请问分享所有的感受哇。好，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这样啊。其实因为他们那个新闻播出的时间哦有限，所以他们可能剪掉了一些东西啦。那我其实哦那些留言我都没有去，我没有去看啦。我想也知道下面会留一些什么东西啦齁，因为大部分人其实他们只看到表面的东西啦，我坦白说啦。但是这人家的信仰啦，这我们也不能去评论什么东西。反正民主社会就是这样嘛齁，就像这个我们台北市长常讲这是一个齐头式的平等，对不对？不管智商多少的人都是一票，这就齐头式的平等。不会啦，其实那个没什么啊，反正这个断章取义嘛。那再加上说，坦白说现在也蛮多，我认为有一些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同业，也许是仙草的车主也不一定，我不晓得。但是反正也许有一些讨厌我们的人嘛齁，那总是会去留一些留言啊。其实我现在已经无感，他们都以为齁，刚刚好像我看那个留言我会睡不着吃不下饭，我跟你讲没有那么脆弱啦。我认为哦，我只是小老百姓，我从来不会去相信说我的一票会改变社会这种事情。虽然我坦白说，我们身为公众人物讲这些话是不对的哈，应该鼓励大家说民主的社会，然后大家多去投票，好做人民做自己的主人哈。基本上我觉得那是 bullshit 的，对我来讲，所以我没有在投票的。那谁当总统，我一样要起床上班，我一样要开直播，我一样要做我应该做的事情。好，所以这个部分。也许会觉得我比较黑色或灰色啦，对啊，所以我为了要正能量爆表，所以我不要去了解那些东西，不干我的事哦。刚刚新加坡外代机，我改变不了什么，我只能想办法哦，在我们汽车这个产业里面想办法多改变一下大家的消费习惯哦，跟消费安全。对啊，这样就好了。喝不喝啊？你讲喝不喝啊？小师可以直接去店里现场看车吗？可以啊，好，或者是私讯粉丝页约，打电话进来约都可以。粉丝页回复比较慢，你如果有急需用车的话，很想买，很想立意嘛 ，now 你就预约一下比较好啦。啊，平常日比较少人啊，不过礼拜六你如果没预约哈，可能怕没有人能够帮你服务，好不好？哎，老板娘刚刚又在讲哈，禁毒五郎。旁边的那个连结，置顶连结要记得，大家要记得去，好不好？这拼命住的啦，我来讲，这关系到我的幸福啊，处理一下。欸，我很可怜的，我都没收到业配的钱，我在替人广告，你看，你就知道我多爱民主就好啊，对不对？业配的钱就给汪汪看医生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给汪汪看医生，对不对？因为我老婆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老婆如果她不快乐，我就不好过了，啊，大概就这个意思嘛，好不好？小师教车最远到哪里？外岛有教过。外岛通常我们就是出港啊，直接妈帮忙出港啊。没事可以去逛逛吗？可以啦。像今天齁，也有一位这个屏东的网友齁，他不是专程的啦齁，他上来台北办事情，然后他就问说小师可不可以去找你，这样我说很欢迎各位过来，但是我坦白说齁，如果当然有空的话，我们小师一定会陪你聊一下。那如果真的忙的话，我也真的没办法，但是还是很欢迎，也可以欢迎来看一下，对不对？看一下本人哈，就直接来看的小师哥，哇，是本人呢，哇，小师哥你本人比较高哦，靠腰哦，小师哥你本人比较帅哦，哎，我想讲我电视是外卖啊，我们开店的，你问我说小师哥有空可不可以去你那边看看，我总没在跟你说没有要买不准来，不行嘛，对不对？我们人也不是这样嘛，好不好？我们是身为一个快乐的服务业，要保持正能量，对不对？我们当时欢迎你们随时过来看车，能顺便跟小师哥拿签名吗？哎，不要，哎，其实我不喜欢签名啊，我们又不是丢啊，我们又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明星还是什么红，我干嘛签名就奇怪？通常我签名就是妈的要贷款的，要签本票了，看一下哦，要不然我要签名，我其实。对啊，信用卡，哎，那个施先生，麻烦你这边帮我签一下名，哇哈，拍拍照，我觉得 OK 啊，拍照，朋友之间也会拍照啊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觉得拍照就很棒，不要签名啊，我干嘛签名啊，就奇怪。小师哥 S Trail 有没有什么优缺点 ？S Trail 的话，我觉得你如果是这种，你指的是2015-2016年的这一款新款的这一款哈，我倒觉得算是蛮稳定的车啦，哈，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啦。
好、哦，如果那个空间啊、外表开起来的感觉有符合你需求，其实就是一台不错的车子啊。好、哦，很多人都说我很喜欢黑尼桑，其实不是，真的不是，好不好？只是大家看东西的眼光不一样而已。小师哥去看我本人要带饮料吗？看我不用，但是看科P要饮料。干嘛故意说人家？对，没有啦，饮料也没有规定啦，哎呀，这个就是大家开心的那种关系，有带没带，我们也不会因为你没带就不甩你啊，对不？时间差不多啦，那谢谢今天哦每一位来看我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晚安了哈，大家晚安。